该不会要你吗？ 刚好这天就是5月4号，愿原力与你同在的那个 slogan 的日子，然后就非常喜欢和大家今天来到这里一起同乐很开心，超赞的。你看今天是平日，然后又是白天，很多人会愿意请假特别来参加这活动，表示台湾还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多人喜爱星战这一块的，所以我也因此说办这活动可以号召更多的星战同好一起出来，这也是我办活动的目的。